咁啊，录紧噶啦，听成听成。嗱，好啦，喂啊，靓仔啦，咁就首先就呢、这个当即第二份啊。咁好啦，第二份嘅时候，我哋开始啦。咁我哋讲翻个加减乘除，加减乘先冇除噶。咁啦，加嘅时候咧就会系呢、这个，4x 嘅二次减二减 x 三次加三加。括5x 减9加 x 三次减 6x 二次，咁我哋拆咗个括号先。如果第一个括号前面冇嘢嘅话咧，咁我哋可以直接remove 咗个括号得啦。好啦，第二个括号，因为前面系加嘅话咧，系啦，全部即系都系直接将佢全部即系正正得正咁样睇嘅啫。好啦，咁點樣加埋佢呢？就係、是、將相同嗰啲次項咧加埋佢。嗱，x 三次呢就有兩嚿嘅，呢兩嚿又係一個正一個負。咁你可以咁樣比喻嘅，就係、是、話一個燒雞，即係呢度有一隻燒雞，跟住俾 Q 食咗，咁咪冇啦，冇晒燒雞。好啦，係零，唔係嗰度冇 x 四三次冇零啫。好啦，x 二次嗰個呢，有啊，負二 x 二。好啦，个五嗰度呢，三加五系八，跟住呢，负二减九系-11。好，OK 啦，咪？好啦，第二条啦。嗱，第二条呢，照拆，不过你前面嗰个照拆啦，但后面嗰个拆，系啦，每个都要乘喎。每个都要乘喎，嗱，你睇下我每个占咗指晒噶，第一个系-4x，第二个咧负负得正加6x，第三个都系加，第四个系负负得正就加四，好啦，咁嗱，而家我哋由我通常都用 descending order 排翻佢噶啦，咁所以第一个就5x3次，-5x3次，做咗间一间佢，好啦，跟住二次嗰啲有冇啊？有喎，呢、这个。同呢、这个、哦、啊，唔系我顶，我有个四次嘅 shit，嗱我补翻落去得噶啦，嗱即系睇漏咗眼都真系好惨啦，系咪先？好啦，跟住嗱，你谂下三只烧鸡跟，唔系九 x 次，即系好似系烧鸡咁搞啦。好，跟住2x 减 4x 就负 2x。咁就四減十就負六，啊唔係負六，好啊，搞掂未？好啦，下一條咯，好冇？嗱，下一條啦。咁我哋講乘咯，乘嘅話咧就要足夠乘佢，投翻啲正負啊。嗱，呢個負九 m 就乘落去，咁就負九 m 乘九。就係-81m，好啦，-9m 乘-m 呢就负得正，系啦，正九即系你啦，m 二次，系咪烧鸡？冇啦，咁就得噶啦。嗱，咁我哋用 ascending 或者 descending 排佢，OK 噶啦。好啦，到呢条路啦，乘路啦，x 乘2x 就变。系啦，x 乘五就变5x，跟住三乘二就6x，三乘五就15。系啊，嗱呢个二次方即系自己乘自己啊，即系所以你写翻呢步出嚟啊，如果唔写出嚟咧，我揼你噶，即系呢啲系一个系最重要嘅一个message 啦，好啦嗱。3a 乘 3a 就 9a 二次，负 6a，咦呢个又负 6a 喎，即系呢个乘呢个负 6a 喎，跟住负2乘负2正4喎，好啦，咁我要排翻好佢啊，负 6， 即系负 6a 即系跌咗阿烧鸡跌咗六次落屎坑，跟住呢唔小心第二日呢又再跌多六次落屎坑，咁好啦，烧鸡总共跌咗几多次落屎坑啊？系啦，所以其实烧鸡好鬼死臭嘅，即系。咩啊？唔得啊！剪开要化简噶，剪开暗示咗要埋化简噶，
要买化简噶，要埋化简嗰个步骤噶。如果冇化简嗰个步骤，你翻屋企一招噶啦。要好啦，下一条。嗱咁啊，呢部呢份嘢主要系成嘅啫，即系好似李嘉诚咁成嘅啫。嗱咁成啦，好唔好？嗱，六 M 乘二 M 系十二 M 二次，六 M 乘负七 N 咧就减四十二 MN。嗱 MN 乘唔埋，咁就咁，所以成写两个代数簿黐埋就得噶啦。好啦，负 N 乘二 M 就系负二 MN。跟住咧，负 n 乘负七 n 就正十四 n 二次。冇所谓嘅，冇所谓嘅。喂，好啦，咁开始有份数咯，你最惊嗰啲，得唔得呢个？唔系四，系十四 n 二次啊！唔好意思，我写错咗，顶。唔係，點會十四 N 二次噶？係咯，點解會寫咗十四 N？ 頂，咪最衰你啦！肯定係最衰你啦，啱唔啱先？好 OK 未？嗱，到呢條啦，好冇？八 X 乘三 X 就會變咗二十四 X 嘅二次。嗱，好啦，化简咗噶啦，好啦，嗱，咁八 x 乘四分一即系咩意思啊？嗱，八同个四其实呢个分子一个分母嚟噶，呢个分子呢个分母嚟噶，系嘛？所以约咗剩翻二 x。好啦，跟住四乘三 x 就变系十二 x， 冇二次啊，十二 x 啊。好啦，四乘四分一系一 ，yes very good 嗱，好啲醒啊，笑计化简，好搞掂啦，冇好啦呢条啦，嗱我哋一条咁做啊，呢、这个即二次，留意二次嗰啲就自乘一次啊，即自己写翻自己一次。即是簡稱你自乘啊，你要自己乘啊。好啦，咁啊 2x 乘 2x 就会係 4x 四次 ,2x 乘跟住又減多 2x 係咪，跟住加一係咪，好啦，搞掂喎，嘩好鬼死正啊先。好啦，跟住嗱呢个流要点样乘喎，嗱呢个乘落去。留意一下 x 乘 x x 二次，但系三同八就廿四，但唔好谂住咧三同八乘廿四就算，但系你 over 四噶嘛，所以八同四可以约噶，八同四约咗剩翻，约咗剩翻二啦，系咪？二咁所以六 x 二次，第一嚿系六 x 二次啊，好啦，第二嚿系，唔系，我咁样乘。三 x over 四乘二就变咗系加个二同个四约咗剩翻二啊，唔系呢个二同呢个四约咗剩，唔系我乘呢个啊，我呢两个乘啊，我冇问题，你冇问题，但系我因为我讲解嘅时候跟翻我嗰个写法先，啊，二分三 x 啦，系啦，好啦，负二乘八就会系负十六 x， 唔系你，因为咧我知道你点样乘，你想咁样一个个乘嘛，系咪？但我而家写紧箭嘴，要跟我嗰个做法咯，唔系话你乱噶嘛，大家你同我都冇一个准则，系咪先？好嗱，留意呢两个要加埋，点加埋啊？好，写翻先，六 x 次照写。呢两个加埋咧，三 x over 二减十六加埋咧，即系好似通分母咁啫，通几多啊？诶，通二，三 x， 三廿二 x， 唔系三五，因为呢个加呢个减嚟嘅，咁所以系变减二十九 over 二 x 啊。
你留意我箭咗点样指啊？因为我箭咗点样指咧，系 trace 紧我做边个方向噶，唔系话又系讲个问题咧。你会跟错咗咧，你就会好麻烦啦。好 ，OK 未呢个？嗱，其实做得好快，系咪先？你都我见到系啊，二分之廿九，可以咁写噶，因为你。二十九 over 二 x 可以咁样写啦，即系等同于咁样写噶。咁、那个负咧，嗱，如果负可以写喺呢度，喂，阿靓仔可以写喺出面噶，你写喺上面得唔得噶？得噶，都得噶，吓、啊、咩？下面都得，但我通常唔会写下面嘅。啊，好，下一条啦，好冇？哇，讲晒咯。哦，唔好意思，唔系 x 加因，系 x 减因。哇，好嘅，冇啊，冇加一减一啦。嗱 ，x 系啊，跟住加一呢个零咗噶嘛？你讲啦，你喂谂下，有只烧鸡俾 K 料食咗，咁即系有冇烧鸡啊？冇咯，系咯。好 OK 啦嘛，好嗱，继续啦。我顶咁大嚿嘅，咁大嚿嘅。嗱，我咪三次我会好金，我咁样成啦，我咁样成咗先啦。咪有六嚿腹肌就好啫，六嚿系咪先？六嚿腹肌就好啫。咪呢个系一样噶嘛。A 嘅 A B 嘅三 A 三次等于 A B 嘅三次咁样，唔系因为呢个爆开咗二爆啲噶，嗱 x 加一乘 x 减一 x 二次减 x， 系，哇，佢里面爆开得两嚿啫，嗱，应该你两嚿乘两嚿应该有四嚿噶嘛先，你写低佢先，系咪两嚿乘两嚿应该有四嚿先？啱啱啊？唔系我剩咗一边，里面就变咗呢嚿咯，所以呢嚿要照 copy 落去。系啊系啊系啊！是不是很劲啊？是啦，咁即系自己自怼三嘢啦，一嘢、两嘢、三嘢，好鬼死嘢系咪先？做咩啊？望住呢个靓仔咯。好啦，嗱，睇要点爆咯呢度嗱，好似爆成咁爆咋？呢嚿成呢嚿。x 次乘 x 次系 x， 系啦系啦，一嚿嚿搞。呢个啦，跟住就呢个啦，跟住呢个啦，系啊，唔系啦 ，x 二次乘 x 次，即系有几多 x 自己乘埋啊？呢有两个。系咯，咪四个咪四 x 四次咯。一阵会教嘅，呢阵两点钟隔上我堂会教呢啲噶啦。因为呢个先咯。喂，呢啲多项式你唔即系有啲嘢一定你避唔到噶嘛。喂嗱，跌咗一只烧鸡落屎坑，再跌多两一只烧鸡落屎坑，总共跌咗两只烧鸡落屎坑啊！好，跟住爆啦！我咁样爆，我用左右手面爆入去啊！呢个爆几多 ？x 二次乘 x 六次系等于 x 二次吓、啊、？Yes, very good 啦，好鬼醒喎！你真系好啦 ，x 二次乘二 x 二次系唔系系 x 二次乘喂喂？喂
啊，唔好意思啊，佢輕咗機喎。頂，好似你咁樣食蕉啦，哇嚇咗一跳咪先。好啦 ，x 二次減二 x 二次即係乘，唔係 x 二次乘二負二 x 二次等於負二 x 四次 ，x 二次乘一係 x 二次。好，乘咗三嚿咯，咪先。好，再乘埋負 x 四次，跟住就正。是啦，跟住就減一，好啦，搞掂啦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做少啲啊，今日好冇？好得未？減三 x 四次，係啊，係啊。你跌咗兩次落屎坑，跟住再跌多次，咪跌咗三次咯。係咪你當 X 四次係屎坑咁咪得咯？係嘛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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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得未啊？啊，靚仔，八你個頭八。好啦，今日做少啲啊。你未死完啊？嗱，今日做少啲咧，做一至二十算啦，好冇？今天做一至二十啊，好停咗。咦？點樣停機啊？我開始做喎。